伸出手来，光就有了行动。他们好像触手可及，须臾间又了无踪迹。我想把这束光种在梦里，沉浸在光里的浮树如同失去重心的我，在这场光浪里被不断地拉扯着推敲着，直到我伸出手抓住这场光与梦的重心。原来生命是有光的，在逐梦的时光里，平凡的日子里也泛着光。但在这场光与梦的交深里，我不再跟着光的形状前行，而是让光成为我的形状。